我们的神从岁首到都一直在看顾我们，是的，所以我们来一起数算主的恩，若是方便了，我们可以站立，然后我们一起来数算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看顾。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地失了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地失了欢呼。也时时如同有重担，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一过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地失了欢呼。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唱这首诗歌。遭遇征战不论大或小，不要丧胆，因主早已得胜了，深知主有恩典必甘愿付出，安慰引导我们立志前天赋。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惊讶地失了欢呼。那我们来一起读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开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着我们，求你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好让我们能够脱离俗世的这些价值观，能够不要再自我中心的观念来看待事物。在这新的一年里，求上帝你让我们更加了解你的心意，能够明白你的启示，可以跟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是的，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每一天我们都充满了神的恩典，让我们来以这首诗歌来感谢神。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蒙福与悲
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全新的你》。耶稣同你，耶稣同你。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一个全新的你。新年要有新的希望，让我们不断的更新，奉献自己，衷心的来传福音。让我们唱这首新年歌，新年新使命。都变成新的了啊！我们感谢主。现在我请奉献啊招待来收奉献，我把一些时间交给务传道。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奉献了。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恩待了我们又一年，
谢谢你给我们祝福，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赚取一些金钱来维持生活。你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你也顾念我们心灵的需要。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献上少少的金钱，愿你使用在你自己的事工上，让更多人蒙福，让更多人能够领受你的救恩。荣耀归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同埋开始之前呢，喺度提早呢同大家讲声新年蒙恩啊，无论喺网上嘅，无论你喺实体嘅，都愿耶稣基督祝福你。所以因为下个礼拜就係年初一啦，再提醒大家年初一係因为大家都好紧迫啊，我知道大家都好忙，有亲朋戚友嚟揾你，难得啲人你嘅屋家人由外地赶翻嚟，所以咧教会决定咗年初一系冇聚会噶，大家记得下个礼拜年初一冇聚会嗱，冇突然间做乜嚟到冇闩晒门噶，冇人嘅系冇人噶 ，OK。同埋咧年初一冇聚会，年初四嘅祈祷会都冇年初四祈祷会都冇又冇嚟到，做咩冇咧？系冇啊，系冇啊。OK， 好所以我哋年初八正常聚会好感恩啊好多谢素心姊妹，我哋喺斯里兰万流苏门丹宋埃布鲁湾搵卒之，俾我哋搵到一个地方啦所以我哋年十四星期六。就是2月4日中午12点咧，我哋好似以往，我哋有一个新中文行嘅新春聚餐一个人咧系50元我哋卒之揾到一个最平50元而家咩都贵听讲咧烧肉而家系90元一公斤唔平啊，咩都唔平如果你爱大家唔使咁快，唔使咁答复如果你想参加嘅咧。年初八嗰個聚會你俾我哋知道，同埋如果你係可以自己去嘅，你就自己去啦。如果你需要車載嘅，你都俾我哋知道，你唔使擔心，我哋曉安排車。如果你係需要我哋載嘅咧，你就11点要準備因為我哋咁樣兜嚟兜去，兜到就差唔多噶啦如果你想自己去嘅，唔使擔心，我哋曉俾嗰個。地點你 send 個地點你，我曉放喺嗰個 group 入邊或者你唔喺 group 入邊嘅，我曉私底下寄俾你嘅如果你報咗名所以唔使咁擔心你哋翻去慢慢考慮一下，如果你想參加嘅咧，年初八嗰個聚會，你俾我哋知道我哋要安排所以開始啦我哋仍然是讲基督角度经基督角度是同一样嘢，就是好多人提醒我我哋开始嗰个咧，同系2022年嘅，我仲未改因为教会咧同埋定今年嘅教会主题定咗之后咧我哋正改所以年初八应该知噶所以我哋仍然讲紧咧呢一个基督角度同马太福音嚟讲。所以基督角度是什么呢？基督角度是神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进入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是有一个知错改正、跟从、恢复和建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0章开始讲服事，11章讲如何服事，12章讲出耶稣的心意第一次我哋讲咗咧，耶稣嘅心意咧就系希望大家行善。好多时候我哋知道人系用4只脚行路啊，或者系用2只脚行路啊。人系用2只脚行路啊，所以但系咧，我哋发觉到细蚊仔 BB 一出世嘅时候咧，佢识系咪一出世就识行路啊？唔系。佢係要經過一個爬嘅階段嘅
是爬了之后的正学识走路。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爬呢是人生必须要经过的阶段的。其实生命就这样，有些阶段呢是你必须经过，你不经过你就不会去到你的目的地。基督徒都是一样，但是基督徒没有成日就停在那个过渡的阶段，因为神造你是为了行路，你双脚行路，但是你双脚行路有一个爬的阶段。如果你一如果有个仔一出世的学识爬，到今年失二三十岁他都是爬，你怕不怕？吓死你啦！哇，我仔三十岁唔识行路，只系识爬、啊。你话几得人担心、啊？基督徒都系一样。基督徒开始，你嘅得救系恩典，同我首歌咁样恩典。但系咪你翻嚟教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净系要攞噶？系咪咁样啊？唔系噶。如果你系一个基督徒翻嚟教会，净系要恩典，净系要攞嘅咧？咁样你就好似一个人净系识爬，唔识行路。所以基督徒好似正话啊，司母俾嘅经文咁样，基督徒被造系被拯救、被拣选、被恩高，系为咗行善。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翻嚟教会十年，你唔识得点样帮人，你唔识得点样安慰人，你唔识。如何扶持人呢？就好像一个人不是学识走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是第五十讲，我们是讲耶稣行善的模式。所以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很短的，四节经文。今天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以时对那人讲，伸出手来。对谁讲啊？字面的经文我们知道，犹太人试探耶稣问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所以耶稣用了圣经，用了圣经的原则，用了经文讲了出来，上帝的心意是为了让人更加好，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耶稣立的，所以医病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安息日医病是可以的。耶稣讲了之后就做，就说，于是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跟那只手一样，因为那个人一个手大一个手细，一伸两个手都一样，正常样。法利赛人出去就商议怎样除灭耶稣。耶稣是安息人，帮助一个人，不是得人说好耶好啊，不是啊，那你说我想耶稣死，好得意啊。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去，去把其中有病人都医好了，又吩咐去不可以给他全名。哇，庆祝早点过年啊。 OK， 好，我们先低头做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又一年，又是新的开始，又是新的盼望。神，你在每一年里面都做新事，你以前做新事，今日做新事，我们相信将来这一年你都做新事。主啊，我们不要停留在那种排的阶段，因为你做人是叫人走路，你让我们做基督徒是要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应该在行善的这个功课上学得更多，做得更多合理的心意。主啊，很多时候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不了解，求你自己的圣灵的降临，求你自己圣灵的充满，求你圣灵启示引导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真理。我们不要停留在只是自己上的知道，我们都爱有那种的感受、感动和负担，求你圣灵也都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悟性、灵性都真知道、明白行善是怎样回事。主帮助我们，由你祝福这个聚会，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安静一下，等他先走完。OK， 好。哇，你看，同样一个礼拜过年咯，已经咁热闹，我真系好难想象年初一我哋聚会嘅话，唔知道有本事讲话。OK， 好。短短嘅四节经文入边咧，我哋睇到耶稣叫一个人好，一个人，你知唔知一个人嘅手对当事人非常之重要。如果一个人是残废的，在当时靠劳力的社会，那个农业社会，一个农业社会靠劳力的，如果你的手是残废的，他是找不到工作。一个人找不到工作，就是说他就缺乏了资源，缺乏了能力在社会上生存。所以耶稣让一个人有能力在社会生存，有能力做工，有能力赚钱，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中国人都讲了一句话，断人财路好像什么，例如杀人父母。就是说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一个华人的思想里面，如果你阻止一个人发达，如果你不给一个人赚钱，那个人恨你憎你，好像恨你杀了他父母一样。耶稣在安息日叫一个人恢复一个做赚钱的能力，恢复起一个可以做工的能力，其实对一个人非常之有大的恩典。但是一件这么好的事，一班熟读圣经的人，一班在当时在犹太教里面掌权的法利赛人，怎么说？耶稣坏我的大事，我要去死。其实同样啊，今日当你太有能力帮某些人的时候，其实某个时候你是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当如果今日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华人的议员，他为我们华族为马来西亚华人争取更多利益的时候，的同时是伤害了其他种族的利益。华人当然多谢他啦，他帮你争取利益嘛。但是你是在虎口抢食，你抢了其他种族的利益的时候，那个种族恨不恨你啊？好恨你。耶稣就面对这样的处境。耶稣知道他们要杀他，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但是是不是因着耶稣的离开，那些人哇好害怕啊，好害怕啊，就不敢再听耶稣讲道？不是啊，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他走。耶稣回头望一望，所以耶稣就按着他们的情况，按着他们的需要，耶稣医好了很多的病人。耶稣医好了之后，耶稣用嘢做好得意嘅，唔好同人哋讲啊！耶稣要你唔好同人哋讲啊！耶稣唔好叫你全名。喺短短嘅经文入边，我哋睇到啲咩？我哋睇到耶稣行善，道子被打压。弟兄姊妹，如果系你啊，你点样？你出钱出力，帮一个人，之后被人哋打。你到一个寡妇被人虾，你出去帮他，知道你被人打，你还敢不敢帮？你讲个真话，你知道有些人讲大话害人，你出来讲真话，那些人嬲埋你打你，你会不会再行善？会不会啊？我们知道耶稣是继续行善的，行到他被钉十字架。咁样你弟兄姊妹，但系耶稣基督喺呢度亦都俾我哋知道另一个我哋要留意嘅嘢，知道被打压就离开。好多时候有啲好勇敢，我讲啲好勇敢、好勇啊啲基督徒，话佢好中意俾人打压嘅，系佢知道人哋咁样讲，人哋要闹佢，佢继续讲嘅，我就要讲啊，你吹咩？OK啊？
我们合乎圣经，我们为耶稣抛路途洒热血，量而插刀。OK 啊，但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啊？没。耶稣知道被打压就离开。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没有这样的智慧，没很多事没夹硬来，除非什么？除非神跟你说，你去的时候，人要杀你，不过神要你去。除非好像拉美那里的时候，在确赦玛利亚的时候，耶稣曾经祈祷，父啊，是可以的话，我可以不去上十字架，但不要求我意思，求你意思，最后上帝就说你去。除非你到这样的地步，神地很清楚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被人打死，但你要做，那么你去吧，我没反对。但这个特殊情况，因为在圣经里面是只有几个人这样，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同一个人叫史提凡，他是讲真理讲到被人打死，但是圣经也很清楚跟你说，史提凡死的一刻天开了，他看到天开了，有神的荣光在他身上，证明神叫他做啊。除非你有这样的事你就可以做，但大多数正常的时候，我们被打压我们就离开，人家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其实不应该再说了，你不要再做了，其实应该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做。还有第三，为什么很多人坚持要做的时候，我们其实问自己的心，其实很多人坚持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想出名，他想出名。这个出名的情况很严重，在马来西亚，不是在这个亚洲，应该说在亚洲里面，在华人的社会里面，这个出名的问题非常之难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前几年 MCO 之前有很多少年人自杀，就有人去调查去研究为什么这些少年人要自杀。你知不知道那个调查回到来，其中一个原因非常之很可怕，因为他们说如果我的死我可以出名，我就死给你看。所以为了出名，命都可以不要。所以大家发觉到很多我们在网上做的网红，为了出名什么都可以卖，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身材，出卖自己的人格，出卖就为了出名。所以无可避免的，有些不成熟的基督徒，他做善事都是为了出名。出面的人去做善事真的是为了出名，但是耶稣做善事不是为了出名，因为耶稣行了一些非常震讶的事，耶稣他做了一些超自然的事，耶稣叫那些无手无脚的人可以再生出来，叫那些病了的人可以医好，但耶稣跟你说什么？不要说啊，不要传出去。正如圣经有说，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左手不要被右手知道。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说你没有做善事，如果你做了的话，你为什么？你为了什么做？你是不是为了出名？你怕死人家不知道你做？敲锣打鼓跟人家说。我们发觉到耶稣有一个原则，他不说。所以这个经文短短四节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班熟读圣经的人，为什么这班亚伯拉罕先等候耶稣诞生的人，为什么要打压耶稣？这个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这个就让你知道为什么你跟你的亲戚朋友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打压你了。很奇怪啊，你说佛教徒没人家打你的，你说你基督徒全部看着你，哦，基督徒的，很奇怪。为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不按照他们的方式行善。
其实你在朋友当中，当你发觉有一天你朋友打压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按他方式来做，你不跟他的模式做，你没想着在外面而已。你在教会都是，林义郎牧师说过，你知不知道教会执事开会吵来吵去吵什么？你知道大家知道吵什么？我哋发誓，大家唔系嘈咧，应唔应咁，应唔应该做？系嘈咧，点样做？大家有冇发觉到啊？你屋企两公婆嘈交嘅时候，你屋企弟兄姊妹嘈交嘅时候，嘈嚟嘈去，唔系嘈咧，应唔应该做？系嘈咩啊？系点样做？每一个都坚持我的方法嚟噶，大家可以试下噶。如果你今年年卅，我屋企今年年卅啊嘛，我妈好老有病吓，冇煮。啊！我姐又唔識煮啊，所以咧就最後決定咗年卅萬出去食。OK， 如果你今年年卅萬屋企冇煮嘅話，如果你係好多兄弟姊妹嘅話，你發覺到第一個問題出現啦，去邊度食咧？就吵一輪噶啦，唔係吵咧，應唔應該年卅萬出去食？大家係吵咧，去邊度食？大家堅持我揀嘅就係啱噶啦。人啊，最麻烦啊！其实嘈嚟嘈去系嘈，你一定要跟我咁样做。所以我发到我老婆成日同嗰啲小蚊仔搞个游戏，真系好有趣。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原来人性就咁样啦。请你跟我咁样做，好中意噶，我哋好开心啊！嚟跟你 ，OK 啊。又唔跟你，你好开心噶，我哋好开心噶，我成日谂啊，唔知点解咁开心啊嘅吓，系我喺度谂咧，如果我系个教会嘅弟兄姊妹，大家好似我咁肥啊，有冇咁开心？有咩咁开心啊？心谂啊，大家好似我咁肥，有咩咁开心啊？系，所以你发觉到啲人咯，嗰啲做错嘅人，好期待人哋跟你一齐错噶，好得意啊，好得意啊，做咩你要跟我啊？真系跟我咧？其实是一个罪性嚟，就是我哋始祖亚当犯罪嘅时候，嗰条蛇嘅谎言，你食嘅日子变异神，我哋渴望成为神，我哋渴望神有咩特别呢？啊，人系按照神嘅模式做，所以我哋好中意人哋跟我，人哋似我，你睇下。如果你是生三个小哥的时候，你最疼谁个？最疼你那个。好得人疼啊，为什么你疼我啊？不疼你又不得人疼啊。人性啊。法利赛人也都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耶稣行善，但是耶稣不跟是摩西行善。法利赛人在安息日不做事的，他又不给人家做。所以你又明白，在拉美的时候，耶稣闹他们的时候，闹了一句：你自己不爱做，亦都不给人家做。你们拿着个锁匙，把着个门，自己不爱入去，亦都不给人入去。你知道耶稣闹什么？耶稣闹这件事，你们没有能力做，又不给人做。第二个原因就是破坏了他们的权威性，他们说不打，耶稣说得，他们做不到，耶稣做到。你发觉到你在公司，你在家里面，你被人打压地的原因就是他们做不到的事你做到。我年轻的时候去服侍的时候是犯了这个大忌。我有一个侍奉的上司，用了六年应同各个牧师夸口我要做到的，他讲了六年，每一年我一定做到的，讲了六年做不到，就是我这里傻瓜，我叫我自己傻瓜，这里傻瓜去了六个月帮你六年做不到的事做完，将我被激到他爱死，他嬲到我爱死，他想打死我差不多。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好多人好奇怪，你做唔到咪俾人嚟做咯，系嘛？
我在輔導的工作裏面， 我教了很多學生，我經常第一句提醒我學生是說什麼話？侍奉啊，教會的侍奉啊，不怕人家爭的，知不知道？他要啊，給他吧，okay？ 做不完啊，教會的侍奉，尤其是輔導，做不完啊，跟你說，大把都不做過，哎，給他吧，okay？ 不用幫你爭啊，給他，給他，okay？啊！做個新嘅，做死你啊！你講、啊、你要做啊，做死你啊！嘅啊，你驚冇得做嘅。但係我哋低估咗人嘅罪性啊，權威。其實你發覺到做咩弟兄姊妹喺度鬥啊？做咩你屋企嘅兄弟姊妹喺度鬥？就好似啊，陳百祥講啊，唱一首歌。我最叻就咁，人的罪性就成日唱呢首歌，日日要自己最威水、最叻嗰、那个，要讲我权威。但我成日讲咧，你做唔到又讲你好叻，嗰啲人同更加睇你唔起嘅，系啊。你会唔会有啲朋友、有啲亲戚朋友，佢成日讲去天，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你好崇拜呢个人噶？你覺得呢個人有權威啊？冇噶，你要鄙視咁樣嘅人。但有啲人，你嘅妒忌心度，如果你破壞咗我權威性，啊，你唔可以做嘢叻過我，你唔可以做多過我。但係好可惜，呢個好可惜啊！歷代王朝嘅皇帝就咁樣滅亡，歷代嗰啲帝國就咁樣滅亡。歷代嗰啲家族就咁樣敗壞，五千年嘅有文字記載嘅東西方歷史，都係因著人先有呢個問題，嗰、那個帝國、嗰、那個家族、嗰、那個世家就咁樣滅亡。但係五千幾年嚟，我哋人類同埋學識呢一個教訓。第三，人離開佢哋跟從耶穌。他们行善要了出名就要人群咯。如果你做事你说我、哦、好耶之后没人喎，没人喎，没掌声喎，你得不到他的。他要权威，权威就说你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很多人的掌声。但是所有人走晒喎，所有人走晒。所以你什么都得不到。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督徒，他好似活水嘅泉源，去到边度嘅时候，每个人都睇到耶稣嘅生命喺身上，耶稣嘅荣耀喺佢身上，你发觉到好自然，嗰啲人就跟咗佢，嗰啲人就听佢讲，嗰啲人有时就揾佢讲，你又发觉到人就跟咗耶稣去。但系你发觉到有啲人就好嬲，点解咧？你抢咗佢嘅人。你搶了他那些人群應該看他的眼光，你拿了，你搶了他的掌聲。所以法利賽人就要打壓耶穌。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是誰啊？你是似法利賽人啊？或者你似耶穌啊？很值得我們想想。就算就算你自己的仔女，好难啊！我知道做父母好难过。你试下啦，你有个仔，你含辛茹苦养咗佢廿几年，之后读完书识做工识搵钱，之后话年30万，佢同你讲：阿妈，我唔翻嚟食团圆饭啦，我同我女朋友食。我啱出咗一個月花紅啊！我要同我女朋友食好嘢，佢一啲錢都唔孝順你，你有咩感覺？你有咩感受？你搶咗我個仔啊！死衰人嚟啊你！啊！就算你仔點啊？你同佢冇好嘅建立關係嘅時候，你冇好好活出耶穌嘅生命嘅時候，你冇生命覺。你是有價值和尊貴的，是你沒有那種的榮耀，覺得你的兒子決定年30萬陪你一起吃飯，
同埋佢出花紅嘅時候，佢感恩，好似我哋講，你感恩，我哋做奉獻，佢感恩，所以佢賣啲嘢俾你，佢俾錢你孝順你。好多時候我哋講，因為我哋阿媽咯，你一定要咁樣做，你必須嘅。對你講，弟兄姊妹，呢個係謊言嚟。佢細嘅時候，你冇同佢好好建立關係；佢細嘅時候，你冇好訓練佢。因為我聽到一個弟兄跟我講，佢老婆係有智慧啊，呢個姊妹 OK， 又係姊妹。佢俾幾多唔重要，佢開始做工嘅時候咧，一蚊都好，我要訓練佢，佢要習慣俾。我諗下都係真嘅嚇，我哋冇訓練到，一蚊都好，我要去栽培成俾嘅習慣，孝順嘅習慣。当孝顺父母啊，我哋几时去训练我哋自己嘅细佬哥去孝顺父母咧？系十戒第六戒啊！你成日讲好爱神吓，做咩你唔听神讲嘅吓？好得意啊 ！OK， 所以喺个短短嘅经文入边，睇到法利赛人嘅时候，我哋回想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帮佢变成一句话。当宗教的身份成为你活着的资源，你成为恶者的工具也不远了。什么意思啊？啊，对你们没那么危险了，对我危险一点。当我是一个牧者，当我一个牧者，我用了这个身份去争取我资源， 去争取我活着的掌声，活着的人群，我要靠你们生存的，我要靠这个身份生存的，我跟你说，我变鬼的日子就没几远了。很危险啊，弟兄姊妹。我第一次宣教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的院长很暗沉的，真的很暗沉，很暗沉的，但很有爱心的跟我讲句话。这套教会啊，你服侍的时候，你没想着那班执事是你的石头，也都没想着那班会友是你的石头，你永远记得记得记得耶稣只是你的石头。其实他很有智慧提醒我，我们做一个牧者，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你不要依赖你所服侍的人，你要信靠，你要依靠的永远只有是耶稣基督。所以有什么辛苦，有什么需要跟耶稣说。你没有想着，你没有想着是牧者要发生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到很多执事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行业是需要公信力的，公信就是大家对他的信任，但有些人他出面他没有好的见证，又没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他要拿一些身份去增加他的人家对他的信心和信任。所以很多人在教会就霸主席啊，霸执事啊，霸长老这个身份之后呢，做什么？因为他卖东西的嘛，是做 salesman 的嘛，去卖基金的嘛，或者他是股票经纪。我跟你说，你信我不过咩？我是某某教会的长老来的。利用这些身份去骗取资源，用这些身份去做他的生意。我教会领袖来的，我买的东西安全的啦，就是欺骗的那些。其实 有一个人我很痛心，他花了一心的心血他想做教会的长老，但他却做一件事。前几年 MCO 之前有一个骗案，叫做中国的南宁骗案，大家都知道是骗人的南宁计划。他就用在教会的身份，一个
執事領袖的身份，你跟你講，你信我啦，冇問題噶啦。你我係教會領袖嚟啊嘛，我要害你乜嘢？神愛世人啊嘛，你信我。之後有幾個人信去，唔見咗幾十萬。弟兄姊妹小心，今日你係喺教會耐咗，好多人信你，你幫咗好多人。但千祈千祈不要用你宗教的身份成为你活着的资源，好危险。我不知道他以后怎样将你面对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我们说这些东西不要减少，要越来越多。在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耶稣行善有模式嘛，其实是有啊，耶稣行善有模式给我们看的。第一，我们看到是行善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的控制？大家想想，行善是不是有法律的？我们可不可以行善犯法的？大家忘记了耶稣说了一句话，唯有行善是没有律法阻止的。律法的存在是为了让你行善，不要随地丢垃圾，不要在这里丢垃圾。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丢垃圾产生很多问题。请问你害人是不是行善？不是。有哪个国家立法不可以救人的？有什么国家立法你不可以照顾老人家的？有什么国家立法你不可以捐钱的？有没有？没有。你发觉到法律是没有阻止行善的。但是那群犹太人说什么？不得，你不得安息日医病。也就是说，基督徒回来教会礼拜日的时候，你不得扶硬一点过马路啊。你不看不到四蚊仔扑亲，你不可以扶去的。你觉得奇怪吧？咁样嘢，你一做的时候你犯法啊，你有罪，你错了。其实行善是没有律法阻止的，你不行善正有律法阻止的。律法的存在是为了行善。咁样行善是不是应该有对象限制啊？是没有啊。我讲很容易的，你讲很容易啊。曾经有人问我，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和尚去同时那个船翻了跌落水，弟兄姊妹你救哪个先？你不要说笑啊，这个是一个台湾一个牧师问他的长老。台湾一个牧师问他的长老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和尚反船的时候，两个都不懂游水，你救哪个先？那牧师答，那牧师啊，正式答案是救那个和尚。哇，你弟兄姊妹啊，不得啊，不得啊，牧师你不要啦，隔件冷，不帮隔件冷 ，OK？ 哇，那牧师又答，基督徒死了要上天堂，是不是真的？如果是基督徒啦，我死乜救啊？但系嗰个和尚唔信耶稣，佢死咗，佢唔要上天堂啊！一救佢先啦，救咗个和尚之后同佢讲耶稣，你冇？基督徒死又同耶稣同在啦，好得无比啊！死乜救啊？啊！如果一个系你嘅仔，一个人哋嘅仔啊，你救边个先？好难答。我哋讲好容易啊！我们知道，知识上知道我们不应该有对象的限制，但是实质上你做得到吗？好考验我们啊。第三，应该有利益考量的嘛。一个穷的，一个有钱的，你救哪个先？一个有钱的啦，可能有些着数给我呢，大欠我发达呢。那个黑衣啊，救了之后同个大医生同佢出钱添嘛？大家记唔得？突然间冇几耐咧，耶稣就讲咗一个故仔啦。
叫做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記得嗎？啊，我想問你，那個撒瑪利亞人幫那個人有法律控制嗎？其實有的，你不知道有的，因為法利賽人和猶太人是沒有來往的。啊，一個撒瑪利亞人在幫猶太人的時候，他的同族要歧視這個人，要打壓這個人，這個人不理法律的限制去幫那個猶太人，因為他動了慈心。耶穌說第二，他有沒有對象的限制？我法利賽人、撒瑪利亞人和你猶太人是沒有來往的，我們是仇家來的，仇人來的。他有沒有想過他是仇人？他有沒有想過我被我的同鄉、我的族人排斥我？他沒有，他動了慈心，我幫你。他有沒有利益的考量？幫他查了油，浪費了他的時間，浪費了他的精神，浪費了他的羊毛彈子，和帶他去酒店，就給了女同學說，不夠的話，我倒回來給。出錢出力啊。還有他要還有風險啊，他不可以被人知道啊，被人知道他就死得了，那個撒瑪利亞人。耶穌說，說什麼？誰是你的鄰居？那個撒瑪利亞人，你就跟著做吧。這句話也是跟所有基督徒說的，你就跟著做吧。弟兄姊妹，你回來教會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做基督徒超過三十年的話，請問你，你有做過這個撒瑪利亞人做的事嗎？有時啊，你對你的兄弟姊妹，你對你老公老婆，你都未必這樣做啊，你明白嗎？你衰老啊，你這樣對我，幫你死過又有幸。很多時候離婚其中一個原因都是利益的考量，所以做你老婆老公是因為錢銀的事都可以劈低你，何況一個不懂得的人。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不明白行善究竟是什麼。當我們有這個法律的控制，當我們顧忌法律，當我們顧忌對象，當我們利益考量，其實這是不是聖經說的行善？不是啊，不是。当教会的资源成为了你追求名利的工具，请问你还是不是忠心的主仆？你回来教会做很多事，你回教会做很多事，你争取很多事，但是原来所有做一切 是要提高你的名望，是提高你的名利。你跟说，我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是个忠心的管家。我成日提醒我啲學生，我成日提醒，千祈千祈唔好翻嚟教會揾錢啊！翻嚟教會揾錢人係最蠢嘅。我講真噶，點解？因為你喺教會呃嘅每一分錢，耶穌都睇緊噶，睇咗之後就要幫你計，好危險啊！耶穌幫你計好危險啊！同你講，如果你想呃的，你不如出面呃啦，你冇？你出面呃你悔改啊，冇咁多問題嘅啫。你花教會嘅錢啊，所以我講啊，最蠢嘅人就係翻嚟教會呃錢啊，就最蠢嘅人就利用教會。你咁笨咧，你去參加明政啦，參加馬華啦，參加公正黨啦，參加行動黨啦，政治冇問題噶嘛。你不如去商會啦、工會啦，千祈唔好翻嚟教會。翻嚟教會呃錢人最蠢嘅，因為上帝要幫你計。你出面啊，之後你知錯啊，哇！之後你認罪悔改啊，少啲問題啊！同你講，真噶。但係我又睇到一班真係好蠢嘅，我真係喺人生中睇到一班好蠢嘅，佢出面呃唔到，翻嚟教會呃。但是
我睇到呢啲人以后嘅日子真系好惨，祸及三代。即系喺我识嘅人，即系我睇到啲人祸及三代，唔单止害咗自己，害埋自己嘅仔，害埋自己嘅孙，真系阴公咯，蠢到死啊！我总讲啊，抵真系自作孽不可活啦，真系蠢到死啊！弟兄姊妹，千祈唔好咁样做。我好惊啊！我好惊啊！我唔敢啊，因为睇太多，所以我自己见到自己啊，所以我黑食都唔翻嚟教会黑食。如果我真系到黑食嘅地步啦，我唔会啊，唔需要，唔需要。不过我都唔需要啦。如果我要搵钱嘅话，唔使翻嚟教会啦。所以你发觉咩？短短嘅四节经文，我哋睇到咩？我知道耶稣行善有四个不，四个不啊，不求名，不求利，不强求，不痴缠。可能我哋翻嚟教会基督徒唔要求名，唔要求利，但我哋基督徒有一个最得外面人得人嬲嘅嘢，就系我哋痴缠同埋强求。弟兄姊妹，你千祈唔好传福音传到啊，一路吟一路吟一路吟，黐住嘅黐住，死个死个死个残障。哦，好似啊，我90年代听个台湾唱一首歌好出名嘅首歌，痴痴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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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通传福音就系咁样嘅咩？一定要缠到你啊，揞到你啊！你讲哦，我信啊，哦，其实系咪真系信咧？佢堕落你啊，佢惊咗你啊，之后要快快走啊，咁好？唔系啊，咩？你基督徒行善，唔强求，唔痴缠。我呢个教会8年咗，大家如果我接触多嘅时候，你发觉到我有一个可有啲人讲我唔好。有些人说我好，我不知道你觉得我好不好，就是我什么都顺其自然，我不强求。你说你有来，感谢神你来。你说你不行来，感谢神，我都感谢神。因为你来不来不关我的事，你来不来是关你和神的事。你来神祝福你，你更加蒙福，感谢神。你不来是神不想你来，或者你去他应该去你应该去的地方，你都蒙神祝福，我都感谢神。但是如果你不来，你自己的选择导致你很多问题，我都感谢神。哇，好多问题，感谢神，起码你知道有问题，你应该来。人生不经错，最怕你错了你不懂改，有些事你知道错那也好啊，你一生人就学到了，你一生就赚到了，之后你以后继续来，那就感谢神咯。一次的不蒙福换来很多次的祝福都是赚到的嘛，是不是？少数怕长计嘛，对不对？蚀少少赚多多，最后我都是赚到的，是吧？基督徒记得耶稣行事不求名，不求利，不强求，不痴缠。所以下个礼拜过年咯，你过年你做咩咧？嚟我哋可以起立，我哋起立，我哋唱呢首歌啊！希望呢首歌喺你过年嘅时候。大地充满新希望，人人欢笑迎新春，福家平安感祝贺，祝你天地永不离。新的一年，新的时候，大家都在诚意地努力耕耘，不断更新。奉献自己，赞美歌唱不停，衷心传福音。嘿，祝
是救主如甘霖，滋润我们的心灵，坚强我们的信心，振作我们的精神，迎接新年新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神的计划，因为神说他的心意是埋在灾落的话。欢迎大地回春，恭请大家蒙主恩，真的欢迎爱主神，同心合意向前进，迎接新年新生命。新的时候，大家准备来唱一支努力的耕耘，不断更新，奉献自己，在每个成长路里，衷心欢呼，心满向更新，大地充满新希望，人人欢喜迎新春。大家准备着好你的努力耕耘，不断更新，奉献自己，在每个生长不停，衷心传福音。欢迎大地回春，恭喜大家蒙主恩，充满美满意爱主神，同心合意向前进，新年新生命。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给了我们这个福分，可以信靠你，可以重新和上帝天父有这个关系，让我们可以凭着奉耶稣的名来到上帝面前向你渴求。耶稣保守我们，我们知道下个礼拜我们过新年，新年有很多的试探，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坚强我们的灵，坚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过年当中我们记得行善，让我们在过年当中我们不要求名，不要争名，不要争利，应该道歉的我们道歉，应该讲的我们讲，应该祝福的我们祝福，应该帮手的我们帮手，我们要见证好像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那种的生命，我们要耶人来看到我们好像看到耶稣的荣美。但我知道有时我们软弱，但我相信靠着耶稣基督加添的力量我们做得到，因为不是日日都有机会可以和我们的亲朋戚友相见的，不是有个个有机会是可以在他同在人世同在在生之前我们同有机会同他讲，让我们捉紧机会靠着圣灵讲一些我们应该讲的话，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主要我知道不容易，但我相信靠着你可以保守我们的心，祝福我们，让我这个生命里面充满神的恩典，也都人家看到你的恩典荣耀在我们身上，荣耀归主，随听我们的祈祷，我们只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祝贺大家新年蒙恩平安散会，出面嗰個曲歌班係可以送，可以攞啊！如果你要嘅話，可以攞。Okay.